是会真的被谁安排，记忆被留白，于是被谁更改，糊涂的和清醒的装在人海，还有什么更无奈，值得命运青睐，让人推不开。看前面的影票忽悠重来，看指尖的花凋谢又盛开，那有什么意外，不过是不明白，被留白，余生被谁更